六月份的话，增持釉的一个单月打击率高达了2.97%。把右半边的滚地球一垒手、二垒手都扑下去，没有办法拦截，有5次的倒垒成功。2-2，这球拉回来非常强劲，打穿了一垒防线形成安打。曾子佑现在一口气要往前推进，来到了三垒得分的大门口。陈文杰这个时候把握住机会啊，哇，在六月份的一个单月打击率超过了3×3。2-2对决，拉回来在右半边，结果又打穿了一垒防线形成安打。这支安打要送回三垒上的曾子佑，攻下台钢学运这场比赛的第一分，而且原本在一垒的陈文杰也靠着安打的推进来到了三垒，1-0。打高冲天炮，非常非常的高，三垒手捕手的过去，捕手这边示意他来处理，哎呦，两个人撞在一起，捕手蹲外角，接球，结果高角度的变化球让杜佳明挥棒落空，满球数对决。接球打击出去，蛮扎实，蛮深远，在中间方向，最终是进手套遭到了截杀。接球打中间方向，来看看最终的落点，落在了中外手的前方，2-1。哇，漂亮！速度稍微加快一点点，让打者挥棒落空，遭到了3振。那打者好像还没有应变过来，出棒速度是比较慢的。2-1，滚地球出现，投手接球之后呢，传向二垒，再往一垒送，一垒这边是 safe 的中心棒次人选，切到打高，在右半边的飞球，一二垒手过去交给郭永伟完成了接杀。在六月份的单月打击率2.59%，其实并不差。接球咬中，非常扎实，在中右外野方向的深远飞球，最后是落地形成的长打。王柏轩现在中段连续12打数没有安打的一个低潮，而且持续要来走三垒 ，three， 三垒安打。王柏轩的脚程其实蛮快的哦。前提哦，这个球有点会有点失头了，的距离打这么远哦。你又在回来捡这些球的过程当中，你就会浪费掉一点时间。而且王柏旋他本来就是个脚程快的击球跑垒员，10个打数打出了5支安打。滚地球出现，游击手这边选择传本垒 ，safe。哇，王柏旋见缝插针回到本垒，攻下了2分，蛮接近的 play 啊。刘俊豪接球传球其实蛮快的，马上。来提出了电视辅助判决，蛮快就有答案喽。那看起来应该是维持原判。谁？啊，他刚刚的这个内滚地球还是有贡献1分的打点啊，打下球队2分。右半边二垒手，哎呀，这个时候弹跳没有掌握好，没有办法再接再传。接球打高，在中右外野方向的飞球，中外手这边来到了警戒区。完成了接杀，二垒上的郭永维趁着这个飞球的掩护啊，推进上到了三垒得分的大门口。这样这一局其实队友发生了守备失误，接球还是一样咬中啊，在中外野方向深远位置来看，最后在警戒区跳起来，结果出去了 ，four three 三分炮，王柏荣今天球季的第5轰，是一支三分打点的全垒打。哇，直接给游廷伟来个重伤害啊！即便申浩伟想要飞檐走壁，依旧没有办法阻止球飞出去。今天觉得王柏荣在中左半边这边的全垒打，其实出现的频率还算蛮高的。中外野的三分打点全垒打，在前面2个打席他已经贡献了4分打点哦。他的表情跟陈文杰就不太一样。对，一打出去就蛮有自信，说这个球可能会出去。哦。王柏荣在这个半球所打出来的全打是他在中华职棒生涯的第91轰，就是这一颗拉掉。这个时候呢，一定会跟主持人稍微 argue 一下。不过这个半局，王柏荣的三分炮带动之下，单局攻下了4分，所以台钢雄鹰现在是5-0领先。1公里啊，这个接近有30公里的速差。打击出去，在左外方向的平飞球，左外野手，哦，王柏荣。侧身的一个接杀，掌握到落球点，一出局。生涯对上陈宇宏4-0啊，今年球季2.11打击率，32支安打，没有全垒打。这些球有点受到挤压，游击方向的弹跳球要快传一垒，来个慢的变化球，抢到了第2个好球，2好2坏。外角打高，在一垒防区，王柏旋
完成了截杀，结束这个半局。一好三坏，达成了好机会，非常强劲，终于出现了安打。杜佳明连续14打数没有安打的一个低潮，这个时候画下了休止符。你不会觉得他们的投手阵容是比较弱？这球打成了在中组外野方向的飞球，转手左手的过去，王振堂突然之间来一个 Mario John， 滚地球出现，游击方向不太妙哦。六传四，传三有没有抓到？有 double play 双杀手背。陈宇宏今天到目前为止呢，仅仅在手打席被打出安打。滚地球，这个时候出现了单场的第二支安打，戴培峰打出了中路地带的穿越安打，站上一垒，是他对上五支球队当中最低的。滚地球出现，哇，投手这个反应太快，传二垒再往一垒送，也回进个 double play， 所以大概也知道自己的一个投球特色，所以手背这一块也下足了苦功，打得不错。在中间方向的飞球，但是落点不佳，进到了陈文杰的手套里面，遭到了接杀。这场比赛的话，有投出一次的三振，就是在第一局面对到刘俊豪，右半边的飞球，右手往前，哦，最后选择让球落地啊，但因为这个接球很危险哦。满球数对决了，这一球打高。在右外野方向的飞球，最终扑下去没有办法落地，形成了安打。刘俊豪现在拔腿狂奔，要推进上到了三垒。哇，蓝一伦这个接球的一个姿势啊，不太对。吕富邦悍将靠着第二棒刘俊豪、第三棒王振堂接连的两支安打，由击手接球，选择传一垒。分数给你们，但是出局数抬杠要，所以富邦悍将靠着董子恩的内野滚地球打下球队的第一分。第五棒的王宁豪，中间方向非常强劲的击球出现了安打，二垒上的跑者绕过了三垒之后呢，现在继续加足马力要回到本垒。王宁豪打出安打，带有一分的打点，打下球队的第二分，双方回到三分差，是打得越来越火烫。打第一球有点受到挤压，来看看落点，游击方向的小飞球遭到了截杀，出局的是范国成，不过又打出两发的全垒打。滚地球出现，要考验游击手，选择传向二垒，封杀了一跑二的跑者，形成第三个出局数。到目前为止，富邦悍将团队也从陈宇宏手中打出五支安打，攻下了两分。有点切到的飞球在左半边，游击手完成了接杀，看一下他的使用说明书，哪个棒次安排是最好的。滚地球出现，二垒手郭永伟接球传向一垒，一气呵成。第三轮第一棒李宗贤，滚地球出现，结果是界内车部边的安打出现。现在李宗贤快马加鞭要来到了二垒，站在刘俊豪这一棒，但接下来面对到是中心棒次内角，这是坏球。哇哦，非常扎实，已经甩棒了，在右外野方向也是 for three 三分炮，一棒追平王振堂。那球界的全垒打数已来到了第五轰，哇哦，直接不多不少，刚刚好，双方5-5回到了原点，炸裂！是陈宇宏身上首次被打出全垒打，挨的第一发全垒打，这个时候相当致命。打了右中右外方向的飞球落地，又是一支安打。董子恩再接再厉，这个时候敲完上垒，而且是一支二垒安，靠着王振堂的三分炮将战局带回了原点。这棒也咬得非常扎实哦，在中右外方向的深远飞球还在往后退，落地形成了安打。欧巴，这个时候又要带有打点了，王宁豪攻占到了二垒，二垒打一分打点。富邦悍将在这场比赛首度来站上领先位置，6-5。面对到陈宇宏，2-0缴了白卷。中间方向的滚地球，二垒手接球之后呢，要赶快传向一垒，抓到第三个出局数。右半边的击球很深远的位置，右手绕回来，蓝一伦在警戒区的前缘呢、完成了接杀。戴培峰在手打是有打出安打，这次打第一球，
游击手后方左外手也过去交给左外野手。滚地球出现在二垒方向，林家宏这个半局上场守备马上就有声音上门，四传三的刺杀结束了富邦悍将在六局下的攻势，王耀麟送出了三上三下的半局。右半边非常强劲的飞球，结果打到全打墙弹了回来，王柏荣单场的第三战打，现在要直接一口气来到了得点圈。Leo Double 在九局上半，这个时候棒打富兰哥，代表是台钢雄鹰的追平分。魔鹰生涯对上富兰哥两个打席，并没有敲出安打，被三振了一次。打第一球捞起来，海底捞月在中正方向，结果跳起来接到身后卫 ，What a catch！ 哇，精彩的美记接杀，抓到了第一个出局数啊，五星级的美记守备。两好一坏，捕手蹲外角，再来一个变化球，这球打二垒方向，二垒手收球传向一垒，两出局，跑者再往前一个垒包来到了三垒，两好三坏，三六跑者，富兰哥对上蓝英伦，捕手蹲外角，偏低，结果投出了四坏球，这能不能够把这个胜利的大门给关起来？第一球就出手接球，踩稳脚步传一垒没有问题。一个再见的一传三啊，结束了这场比赛，让台钢雄鹰的一个反扑啊，在九局下来画下了句点。中场，富邦悍将6-5一分险胜台钢雄鹰。